唉，恁兄弟感情这尼也好，伊敢知影这个人乎你杀入其中，心念当边差一点啊就无命了。伊就是我的亲堂兄弟呀、啊！师父竟然是大人的亲堂兄弟，看起来是天公伯啊！在咧创治咱兄弟啊！来人，叫因两人。哦好，是，请慢。县长，迄一日是我家己无说你半路客中，甲因两个人无关呐、啊。何非你？卡叔，因若真是要害我的性命，我根本无可能活到今日啊！县长，我希望你用个给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！你呀、啊，甲细汉的时阵个性完全拢无变啊！以前我会记得我抓到两只的七鸟啊，你也是哀求我将因放生。好了，我明白了。来人，将因两人带下。是。多谢大叔。感谢县长，县长，我的身体已经痊愈，我也应该都爱过时了。咱兄弟好不容易才能相助，你敢无爱国家大贵干啊？我婚礼有四方。前过无倒转去杭州了，我也应该爱倒转去看卖呀。唉，今日一变，咱兄弟不得好事，这能相逢啊！有缘自能相逢。龙脊平中空相望，山中最好两茫茫。人生在世诉心伤，临别不易诉愁肠。苦酒欢爱多。波波流星在树梁，天地两人贴心绑，林清的波东天。山顶
江湖岸上中将相连，你头只生的带不平，也无心灵好思想。我是无心之过，相信山神老爷伊袂甲我计较啦。你啊，你真是七月半。在众人面头前，安尼对我大细声啦！讲头讲尾是我做主，好无孝亲，恭敬无私，太不起娶到好爸母，我比。也个不如村长妹啊，村长妈，代志唔好啊啦，有人搁去拄着好啊。哈、啊，什么啊？进来去看卖啦。好、啊，进去进去。山水。阿弥陀佛，请问施主，此地是什么所在呀？此地名为幻村啊。幻村，就是幻音海调音的幻。幻村，请问施主，这附近可有佛寺吗？无啊，山顶有一间古庙叫做云青寺，听讲是宋朝的时阵起的，也毋过即马已经荒废了。请问此山何名？此山叫做云青山。云青山，是啊。真是好命，山上已经是了，为何会荒废呢？云青山上何为幻？上林海边天雄赞，不过松仙是空谈，松丘无情。原来如此。传闻，伫咧宋朝的时阵，山顶有一位师傅，名唤智宏禅师。伊伫咧山中积庵练机。迄当阵，山顶有真济名号，也毋过
志宏上次经过的所在，遐个好都会乖乖啊听话啊。是啊，世人拢称呼伊是好好上司。即摆唔知影去倒位，阁会当找到一位好好上司啊。既然山中有事，我就入山找找切身之所。师父万万不可啊！山中有变故，你孤身一人入山，安尼受危险咯。是啊，师父，你要是往别处去，才袂有性命之忧啊！是啊，多谢你为师祖恁的关心。出家人早都已经无将心事放在眼内了，咱后会有期。师父，师父啊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啊！哎呀，哪有人唔惊死啦？这平地山又好，偏往虎山行。七天经过去啊，也是无看到那位师父啊，恐惊是凶多吉少了。啊，咱来找船长参详。啊，好，来，船长，船长，船长，代志唔好啊啦！啊，又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这七天前，一位出家人来到凡村，伊唔听阮的劝告，执意要入山修行啊。是啊。已经七天啊，到即摆也无看到伊的人影呢。嗯，啊，迄时阵恁拢无甲伊讲山顶有变好？有啊，也毋过伊都坚持要入山啊。哎呀，这个出家人哦，真正是唔惊死哦。无咯，但袂当见死不救。何况伊是一个出家人呢，咱应该爱救伊才对啊。也毋过，伊真嘛可能变成一堆白骨。咱即马去救伊，恐惊已经袂赴咯。无啊，老天寿，你是咧惊好啊？哈，所以才伫遮呢推三阻四。相公我惊好，是好惊我。我看船长哦，唔是惊好，是惊我。哎、啊，我啥物拢唔惊，我来去召集船长总司。准备立山救人，来来来，紧来去啦！啊对对对，紧紧紧，我紧来去啦！紧紧现在不知是生是死啊，这哦，都要看伊的造化咯。哎，啊，遐敢若有人呢？啊，就是一回师傅啦。师傅，师傅，也够有开啦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啊！
你敢要过会见？咱这工程把你怎啊来见过面啊？会记哩，我伫遮已经坐七天啊！啊，师傅，你伫遮坐七天，拢无食无啉哦？哎呦，进来，进来，最好师傅您啦！师傅啊，你坐伫遮七天，敢有拄着好啊？有。啊好，敢有对你安怎？是啊。无。因一开始在附近徘徊，了后因就离开啊。离开？离开？竟然因就离开啊？啊，对啦。我听讲哦，这出家人身边拢有护法神伫咧守护，无定着就是安尼，遐会好，才唔甲接近师父啦。哎，莫非师父你嘛是一位护法禅师啊？护法禅师。我想着，船长啊，咱不如伫遮去几间啊茅庐，好师父伫遮修行。安尼，无得卡再好，都会渐渐消失无踪咯。这，哎呀，船长啊，安尼咁好。哎，船长，各位，我看这位师傅伫咧遮打坐七日，山顶的功夫是非同小可啊。伊必定是一位修为真深的修行人。我愿意尽我所有，为师傅修建茅庐。哎呦，师傅啊，阮凡尘哦。真久无故精带着来遮说话道上，阿爷唔知影师傅，你敢愿意留落来？师傅啊，请你留落来啦！请你留落来，请你留落来，师傅啊！我是范村的村长，我代替大家请师傅你带落来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我真介意分车赛，我想要中计赛。错啊！哎呦，安尼上好啊！师傅，请你随阮下山，阮会准备素斋供养师傅。多谢恁的好意，就劳烦恁了。想着啊，咱会用请莲池师傅一救好啊，救好。自从师傅去山中，山中不见好形状，好好一说归。煞看伤多咯，寒凉何苦比凌烟？阮人心手恶乱变，相求有随
连弟师父是真自卑啦，也毋过我相信师父袂答应这件代志，这是为虾米啊？你想看卖咧？假使讲师父答应替咱求雨，那真正有落雨，自然是家己大欢喜啊。也毋过，这若是无落雨咧，以后是搁虾米人肯相信的话，虾米人肯供养伊啊？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哦。恁伫遮讲遮济，敢讲天就会落雨？无办法，嘛是爱去想办法啦。恁唔去问吼，我来去问啦。天地师父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师父啊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请教你。哦，淡水母皇啊，我想要请师父替我替您做什么？师父。上有高，师父啊，阮想要请你替阮求雨啦。是啊，师父。这，哎，恐惊我也是无能为力啊。无咯，师父，请你哦，一定要斗三工啦。是啊，对呀。上敬重，别无他术，嘛无心通啊！师父，阮知影你意向自卑为怀，你常常教阮唔通杀生啊，你一定会替阮想办法的。哎呀，是啦，我代替我范村的大大细细的村民哦，求师父你救阮我全村的性命啦！是啦，师父。坚起来，坚起来，坚起来！哎呀，师父啊，在我年前嘛有一届旱灾，村民无物件通好食，只能乌树根来食。迄时阵哦，有真济老人拢将食物件留予子孙啊，啊，因着安尼活活枵死啊！哎呀，阮实在无想要再看到迄种情景啊啦！是啊，是。伤心哦，是难言，何人恶毒，见万千，不问慈悲，行诸邪。愿意求雨。多谢师父，多谢师父。起来。船长，明日清早，麻烦你集合所有的村民呐。好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Thank you.
该设法重建主桥。